你会跳舞，你就说。我肯定，我爱跳舞啊！我跳了五年舞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这情况会跳舞？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但是从小啊学民族舞，瞧我这些小动作。掀起了你的盖头嘞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。没点功底儿，能跳得这么好？你那里迷茫的心又长啊，好像那树上的蔓延。要不是发胖，我现在说不定在哪个国际舞台上跳芭蕾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，亲爱的。所以说他问的哪个问题，我说的都就不是说转着圈忽悠他。嗯，你好好问问题，就刚才问就我是你妈那些问题你都问完了。嗯，你再问别的你好好想想。对，没准还真能猜。不是，我早上想着我可以把每一个问题问的精致讲究严谨科学到位，我想的是这样，结果这个几场录下来，我现在脑子是糊涂的。是因为这样啊？我们现在已经录过六位嘉宾了，他猜对了两个，猜错了四个。但是王文念老师，我希望你最后能够猜对啊，亲爱的，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，给你拜年啊，给你拜年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所有我的好朋友们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开心心，别减肥。谢谢海燕，保重保重保重啊。